9月29号，湖南卫视《我是歌手》节目迎来淘汰歌手复活赛。经过两轮的比拼后，杨宗纬凭借最高票数成功复活，让林志炫、彭佳慧等老牌歌手纷纷落泪。事实上，从《超级星光大道》出道到现在的人气王，杨宗纬的确走了不少辛酸路。不仅因合同纠纷一度想要自杀，就连此次参加节目也是一波三折。据悉，在最初获得节目组邀约时，杨宗纬的经纪人曾一度担心比赛结果会影响其发展，而不愿让他参加比赛。果不其然，随后的比赛中，杨宗纬确实输得很惨，连续两场垫底后就直接被淘汰了。所以这次的复活赛，杨宗纬更是顶着无限压力，为了站在《我是歌手》的舞台上，还差点跟经纪公司闹翻了。也难怪比赛结束之后，杨宗纬在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时，仍称面对重生确实还有一些胆怯。其实成功总是留给那些最能坚持的人，娱乐圈也是这样，不经历风雨又怎能见到彩虹呢？优酷娱乐播报，给你报道。你离开了却散落四周，汉别十载荣光依旧，敬请关注优酷全娱乐41特别节目，共同怀念一代巨星张国荣。